就你的票可能可以一场拿五张啊。哦，应该没有那么夸张吧？哎、欸，有人有哦。节操那时候就是一场不知道拿了几张温泉猴、银猴的那个。是吗？这么牛掰是不是？不是那个那个的吧？是吧？啊，是御医啦，御医啦。对啊。你御医那一场直接拿了五张。那是我最后我已经直接只剩下一张的时候给我这么多的。那要甩到什么、哦？那很合理啊，他就是最后才要嘲讽你啊。是。我说啊，你打完了啊，五张给你，打那么辛苦干嘛？鸡腿的分，鸡粉。一份啊，他是要死了？没有啊，走那么健康。哎呦，紧一下好了，不然都看不到骨头。笑什么、啊？在飘的鸡皮是不是？鸡腿真好笑。他出个棒棒糖就算了，出鸡腿。鸡腿很好、啊，棒棒糖比较可爱、欸。你是为了要波比？哎呀，波比波！哎呀呢？但是侧边被插满侧甲榴弹，好恶心。快挂了！嗯，我看护路口了，要补货吗？补啊！补啊！我现在上面，好补。好啊！问要不要补货的那个吧。好啊！别看我鸡腿没杀伤力哦。我操嘞！我鸡腿没杀伤力啊，只是打他一下100而已、啊。没有啦，有到200啊。来了，你要走过来了，爽爽、啊，你要不要吃肉肉啊？加五毛、哦，你看，比你嘴巴的 还好吃。对啊，来软化我尾巴，尾巴完成。好了，哎、欸，我的鸡腿被咬走了，没有。跑去哪了？跑那么远、啊？水区吧。老爱超爱水区的。我们走，我们去换大一点的地方打。可怜呐、啊。哎、欸，装备奖，等他黄眼再装。背甲理论，背甲理论怎么样？很麻很麻，很麻，他麻了。我来啦！刚刚受了好多状态，啊！我转身移动，怎么射出去？我在想，我锤子插个那个啊！啊！我要晕了！啊！哎、欸，我要救人，被节操断了。我要救人了！我在想，我就在讲说，我插个素娜就好了、啊。可以啊，锤子插素娜当骗手剑玩。锤子的素娜一等跟三等就差很多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说我就插个素娜，不是插一个素娜。
哦，这个意思。哇哇哇哇！我就把什么攻击呀、打人那些改成苏娜就好了。拔刀锤，拔刀锤很烂欸，我试过了，听起来就很烂，就只能劈到的那一下啊。在手上转的，对啊，因为锤子没蓄力的话，它是先挥一棒，再从上往下打。那从上往下打的那一最后第二下才会痛啊，可是失败常常就第一下就挥到了、啊，像这个有没有看到？来，我示范给你看。没有没有，我知道。すいません。怎么了？我示范也是在打，你看是不是？我看不到。哎，他已经开始起了。来，靠近一点点。白痴哦、喔，被蒋龙出来挡招。我看到他头上插了一他突然跑出来、啊。还跑去咬肉了。他、啊、这边手上有大的不咬，跑去咬那个。白卡了欸，嗯，他白卡了、嗯。对啊，不会啦。哦，被甲龙群的底下有一个凶爪龙的角落。馒头也在啊。哎、欸，不见了，好呗。该跑太远了吧？对啊，我懒得追他。那十五区啊，还是十五区下面。应该吧。HTT 不是，杰超，赶快把你好友显示离线。等一下，没有用啊，我好友没有显示离线、啊。哦，只有江江有而已啊。哦，他为了他永远不上线。哇，厉害不？这男生让他让你记住他一辈子、欸、真的。他为了你，你为了他改变呢、欸。没有没有，记住他一辈子的绝对不是这个，有更恐怖的两个。哇，你那一群朋友怎么都怪怪的、啊欸？怪怪的。严格来说只有一个。哎哎哎哎，傻逼傻逼，三张哎、欸，三张傻逼，真假的？没有啦，三张骗人的。哎、欸，干嘛？两个斩龙的天灵是真的啦。看。我有一个天理的战斗，大结石解放猪哎、欸，很解哦、喔。这个经验值其实也还算不错，有半条。阿江江还缺，有有，我刚两张。好、啊，那不用打这个，打别的。是最后的升级了，给退。有开什么？怎么那么高啊？所以我们还是要等几天才能哦、喔。应该是哦、喔，不然就是狂刷，狂刷那个活动拿大感谢票 SP 啊，那个装备就要等活动再来做。冰瑞花，惩戒任务，活动有雪人哎、欸！哇，16000哎、欸，攻击力子弹整超惨。
哎、欸，来这个，来我这里。啊？你在哪？等一下哦，中央引力。来，接任务。接哪？这次是什么？好像是精灵耳朵的任务。哦。嗯。哦，搬东西啊、哦！啊，交东西。没有，捡东西，捡东西，捡东西。来，要去哪个营地啊？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啊，反正就是捡捡那个花、啊，捡、哦、那个花、啊。对，白白的。我有两种，冰蕊花，我记得冰牙龙加油。哼，我要偷吃，定死。讲太，干嘛偷吃？正大光明的吃。你们都不准吃，没有啦。好啊，啊，吃醋。哎呀！哎、欸，靠背哦、喔！哎、欸，大过年的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啊，对不起。没事没事，我在开台之前有人已经害我骂脏话了，已经破戒了。你在开刀啊？那、啊、就接受啊。不是有在拍照的时候挡在我前面，还有拍没拍不到。看嘞，关我屁事啊！不是你啦，我是说他刚讲的。嗯。哦，不是接受是不是？那我估计那个在场的三个就。我教主还有你啊！啊，除了我和教主就只是他。对啊，还有一个江江啊。哦，玩狼人杀、哦。我不会玩那个。我也不会。勾心斗角啊。至少比矮人矿坑好玩好多，好吧？矮人矿坑玩到会没有朋友。我不会玩矮人矿坑的、欸，那是干嘛的？会玩到没朋友的桌游。每次有人推什么玩矮人矿坑，我就说不要，那个会没朋友。就玩到后，你要不要继续挖矿的那个？不是那个叫做印加宝藏。哦。我问一下嘛，它听起来矿坑很挖矿啊。矮人矿坑就是你们就是几群人，里面有一个叛徒，那个叛徒就是要阻止好矮人去挖矿。啊，嗯，就是好矮人挖到的矿，好矮人会评分。那如果坏矮人阻止之后，那个矿就是属于坏矮人的。哎、欸，好像不是这个。是啊，冰蕊花、啊。就是我们的可能有那种洞穴会相通。那是花芽、欸，对不对？不对，是垂垂掉的、哦。是冰洞的。对对对，冰的冰的冰，白色的白色的白色的。会垂掉的那一种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已经挖到一大堆啦。没关系，慢慢的。然后就是，比如说有个十字路口，那它上下左右都有相通，对不对？那坏人把那个炸掉之后，你放上去的路一定要是上下左右相通的卡片。哦。哎，那十五号营地出来左边就一大堆。那已经快挖完了，交货达。我现在还一个都找不到哎、欸。啊，还有一个在哪里、啊？好雷哦，这边，介绍这边一大堆。为什么要跟杰超讲？因为我在这。杰超在我旁边啊。江江吃醋了。哇！叮！引领冰瑞花。好像这次的那个双刀也有在这次活动。那个谁，埃及维尔的、喔，还叫什么的？不是吧？哇，是龙族票吗？哎、欸，四张票哎、欸，龙人族票。我有三张哎、欸，我有四张，三张加一，两张。那就可能今天直接开始啊！交货大师，交货九，大师大师，好强啊！大师谁啊？你干、啊、你们这是花销！哎、欸，我拿九个。才拿到两张票哎、欸，他们干事的人拿四张三张哎、欸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好猛哦、喔！嘎，哎，交几张票就好了。我看一下头盔，头盔，龙人族的头盔，头盔，女神长，龙人族的耳朵，对啊，哎、欸，可以了、欸，两张，一张就可以了、喔、哦。最爱菇嘞，吃菇二哎、欸。哇，他为什么这个不给外观？
啊？有啊，啊？没有，他没有外观。是外观吗？没有啊，是外观啊。他没给外观啊，好废啊！他应该给外观吧？这个。对啊，这外观才会够吸引人吧？真的很会做人哎、欸。哇塞！再次打什么斗技场的有没有要打？打斗技场好啊，打那个是武器，各职业的武器都有，很好看。哪一个？哪一个？你现在讲我也不知道，是什么白色情书吧？那个斗技场的，我看一下啊。那个我进去帮你们吃补哦。哦，好。斗技场的白色情书嘛？对，这个是做漂漂亮亮的武器，每把都做，每把都做很累呢。哎，冰牙龙会撕裂吗？不会，会冻伤。好，会冻伤。那动了跟我讲。那我来吃个，继续吃御神千的。御神千里目。啊，被抢票啦！是我吃御神签，不要吃这个都会死，而且又拿不到好东西。那我还是吃了，真香，香，真香，太香了吧！你看他的书很漂亮。对哈、哦，我每次都忘记要看。你每次都去点那个？我每次都去点那五百。我实在不想看阿脸，不用看阿脸，看阿苏。那昨天有人玩到欲罢不能，我你还要打、哦？三点半呢、欸？靠，三点半哦、欸！我真的很想打灭镜龙，你们都没有陪我打。我不是不打，昨天真的太晚了，很累，很想睡。不要动，停。这次是国语了、哦我今天要找勇者陪我刷猿飞。好，我来，我缺。嗯，然后我就拿着侧甲来打。好了，来吧。我也要拿侧，我决定拿侧甲跟他拼的。好，就不跟他演了，是不是？是，上了，直接斜角跟他玩。好，今天是九桃。九桃在哪里啊？隔壁啊。那边就有了。哦，看哟、哦。再一下。他说再一下吗？我说再一下，不是，我怕再按下去他就生气了，常常这样子。有没有冰啊？哎、冰的要喊呐、啊？这个有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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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狗屎！你看是不是？都狗屎！我说这狗屎判定。哎呦，冰的要跟我讲呢，还是这环境不会冰啊？不会啊，没有他的招。会冰的哦，那个有一個他的口齿清新是不是？对对对对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哦，他后来想想玩片手剑，我干脆玩笛子，还能吹那种状态补血。想玩至少要刷猿飞啊。哦，猿飞笛子哦。没有猿飞的防具，因为有广域跟那个什么突破上限之类的。可是没有满足感啊！满足感配轰龙啊，三件轰龙两件飞啊。哦，是这样哦。我是打算这样配啊，因为我已经看过猿飞的装，很棒了。嗯。昨天打完一只猿飞的时候，看到那个装，觉得很棒。我今天说啊，猿飞是广域吗？对啊。啊，两件套有什么效果吗？两件套好像就突破那力上限而已吧。哦。好哦。我们去刷，不是昨天真的太晚了，你知道陪你到那么晚，结果早上起来痘痘又爆了一颗。就这一招，这招会冰的。好，有人冰了吗？没有。可撞。可波。可波。到一只手了，可波。另外一只手也要爆喽！哇的啊！白卡！啊！神奇念珠！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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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那就讲我的啊。买，都买，都买，都买，我出不去。哎、欸，然后昨天你睡，我们昨天休息之后，啊，我就跑去忘记什么鬼东西了。哦，自由的那个斗技场，我就随便打一个。打到那个哎、欸，转祸为福。猪哦。对啊，四颗洞的。果然是要我不在才有好东西。嗯，你都把我的欧，我都把我的东西吸走。我超飞的好不好？你飞什么？你刚拿几张票？哎、欸，我他妈昨天银猴刷了18场啊！你怎样？银火刷18场？我的金猴18场才出来呢。有至少有好吗？将将5场就有嘞。不一样。不一样不一样。对啊。那是因为那个是你想要的东西。懂吗？我看起来不想要啊。不是，像这一次的那个东票，就是我超级超级想要，就被你们刷到，懂了吗？我也很想要啊。没有，我觉得我比你还更想要。OK。比屁！牙齿断了，哎、欸，他还有一只手是好的、啊，像他的手啊。哪只啊？这只吗？会发亮。爆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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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尾巴啦，尾巴还没断呢、啊。不能撞我呀！你加油啊！你们自己加油啊！对，加油！那个我打不出黄字伤害。啊，打不出黄字伤害？对啊，他尾巴没软化啊。他尾巴我要插，不是，我是要插在他尾巴上。哦，尾巴的根部是不是？哦，对啊，他跳的不是尾巴的根尾部。好啊，那都不要断我。他说的是爆炸、啊，不是斩下去的。都不要断。弄麦走，弄麦打。麦打。哎、欸，好像也不需要我补呢、欸。我以为会很难打、欸。看说明，有人说什么补品带好啊，什么鬼东西的。这冰牙就是把他的手打打断就很好打啦，把他怼。打断，你看跌倒了，那。就跌了。来都不打，不让我打他了。哦、嗯。你看他这样跳，尾巴。啊！这个 pose 是怎么样？我觉得他血量很多哎、欸，我到子弹打完了他还没死。啊，受够了！哇，他也剩通常弹了是不是？我可以睡他、啊。我有回家球啊，我先回去拿。你回家球干嘛？能不吸物资吗？我可以回去拿子弹啊。可以吗？这里不是没有，这没帐篷吧？老猎人，哦、老猎人，睡着了。哎、欸，好啊。哎、欸，直接撞哎，好不好？我也是将将敲醒的。我撞的、啊。我在打麻蛋呢，我变成五只。好动感哦，这个嘛，想不到吧？啊，没办法，断不掉，我很尽力的。哎呦，嗯，这版有没有推荐斩裂的啊？啊，没有斩裂的，斩裂烟飞的吧？烟飞不是可以打斩裂？哦，一样是烟飞青弩哦。我不知道，我还没看，我猜啦，因为原本可以打升上去，应该也还不错。嗯。那看来不用我补了，换锤锤。啊！我要装那个滑步攻击珠。滑不攻击珠。对吧、啊？啊！我输了。鱼鱼安安，有啊，记起名字了。
张，一张，一张，你看，你看，我没有吃那个什么什么御神签就两张，你看到底是谁飞谁哦？不是啊，啊就不能吃御神签的问题哦。我操嘞，厉害了，那我不吃，那、no, 大家都不吃，我吃大感谢既定死、欸、很感谢，我也很感谢啊。等一下，我要去集会所，我还没有，我还没有看。交易所可爆环境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看一下啊。总之很好看就对了。你可以看先看大件的。哦。先用一下。到底为什么是？我忘了先去问发布奖金哦，白痴哦。就是先问那个女生啊，女每日要先打开，我忘记了，不是我忘记，是我重开机哦。外观的票有五张大感谢季的 SP 嘛，啊，调查委托那边也有五个任务要五张哎，哇，你要去调查那个达成交货委托那边，然后他委托也要五张感谢季的票，对啊，所以要十张哎。没关系啊，这个等有装备可以刷。等等，然后他们说穿那个全套去做那个活动任务比较快拿到。30，我们只要把这周的每日解完就可以有五张大感谢票了。今天吗？今天的解完，今天的解完。来啊来啊来啊！可以直接解。我看一下我的，狩猎两个鱼龙，一个风飘，然后一只飞，两只飞龙。风飘就等于飞龙啊。对啊，所以在我们刚已经打了一只冰牙啦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接的，没有，没有这东西，我也没接，我也没接，你看秋干呢？你们看的装备了吗？有啊，我看大家很帅耶，帅吼，看这锤子根本斧头嘛，至少是可以断尾哦。我要去看其他武器哦，我直接回来看、那個。可以啊，就很像那种罗马那一种感觉的。而且他工会叫做工会，对啊，是不是很像那种组队了斗技场那个？哇，工会配刀也很好看。哇，长枪好帅啊！冲枪，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圣火降魔录的感觉。长枪好帅，可是好废。好看用啊！哇，单片手剑也很好看哎。扩散了、啊。防御力加成加30，这个有一点以前的那个，那这个要每把武器都做要刷爆哎、欸，对啊，对啊，刷爆，我刷爆它，这对啊，大锤那个是战斧啊，这斧头啊，但是那个投资用斧，大锤也好帅啊，重弩好帅啊，重弩笛子不错啊，笛子我看不到全部。哦，重弩的是火枪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我来看，等一下再看，先看长枪。看你们看上瘾了哦、喔，可是看起来是不是有点？等一下、啊，先看完再说啦。重弩是独眼龙的火枪哎、欸，好猛、喔！妈，你们都在下面哎、欸。对，没错。我看你很废哎、欸。但欺负注意哦，超漂亮的。江江青弩是，青弩感觉像全境封锁的那个职业。我看，我看。等一下，我看清楚，我看一下。哇，十哇，那个十字弓，十字弓哦，很像，很像哦 ，shining 哎、欸，很像。嘿嘿嘿，冲刃斧好帅哦，冲刃斧还蛮好看。对啊，冲刃斧。弓嘞，弓还没看，那个弓也很好看，超能斧也很好看、欸。这个都设计，各种武器都很好看，刷爆。要打一只风飘，有一个风飘跟水妖鸟的任务。活动哦，吗？活动，好啊。先打风飘啊，刚好又可以加 MHR 帮江江升等。他是在哪里的、啊？我在这兒。不是啦，地图啦。接了吗？接了。